好，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六十公斤级的较量，来自中国的允七来对阵来自伊朗的扎林欧曼。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漂亮，突然的发起暴起的连续进攻，而且他这个出拳啊和这个发动进攻的频率比较快，哎，动作很舒展，自己的力量发贯彻也比较大。但这样的话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收招会比较慢。对，运气能不能找到他收招的机会？收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破绽，这个时间差要打好。哇，转身的后蹬，哇，这个抡摆拳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是很难是实现有效进攻的。打的也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方式来进行的这个改良。而慢慢的呀，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尹奇啊，其实发挥的还是非常的稳健的，对，并不着急。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尹奇将会参与这个新 K1 的比赛的邀请已经出现了，而且他的对手呢将会是目前在这个级别排名第一的武尊。虽然这个对手啊打的这个在场面上后手像是风生水起，但是其实呢这个尹奇啊稳扎稳打，一直在控制整个的节奏。给我的感觉扎林欧曼有点像小一号的这个伊萨啊，有点小一号的伊萨，整个的动作都是以这个身体中轴线为主的抡摆动作会比较多，对，用自己的中轴线的这个转动来增加自己的攻击力量。这局最后几秒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选手王鹏飞去跟野猪证明打了一场，然后在第一回合被野猪证明的三日月醋给击倒了，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多跟我们的邻居去学习一下他们的高水平的技术。是的，好，运气第一扫接腿以后的扫踢依次发力，这在规则中是允许的。运气把对方推开想进攻，我们看对方的这个踢腿，低扫后直，相对来说武术散打或者说伊朗的武术散打，他们更习惯于用扫踢击打中段以上的位置。对，低段的这种泰扫呢是我们根据泰国选手后来再慢慢学习才演变出来的。是，而且其实啊，我们其实看到现在扎里欧曼整个的进攻啊，在场面上，那老师有警告云奇啊，你得听我话。嗯。哇、哦！刚才对方弃权了。对方弃权放弃了比赛、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Red Combat 1比赛结果红方胜。